OK， 好嗱，五嗰個咧點解要你做呢？專登話俾你聽咧，即係個括弧代表乜嘢咯？明唔明講嘛？即係我就係專登出啲題話俾你聽，個括弧代表乜嘢？睇下你識唔識咯。嗱，括弧其實係支鏈嚟噶，一個碳、兩個碳、三個碳、四個碳，呢個就係個括弧嚟噶，可以嘛？咁所以最長就已經四個碳丁烷啦。喂，寫好啲字啊，火字邊定？喂，好似個西字邊，火字邊丁烷，碳一碳二二甲基丁烷啦。個二字都可以唔寫噶，因為冇其他可能性嘅其實。不過寫就唔錯嘅，一般甲基冇其他可能性，你都可以寫號碼嘅。啊，咁所以甲基丁烷或者二甲基丁烷啦。OK，next、okay, 第六個題，最長條鏈一二三四五個碳。咁而家有稀有銅啦，咁邊個當係主角啊？即係主觀能機啊？銅啦、啊、，OK， 一二三四五五個碳嘅銅使唔使俾號碼？梗要啦，四個碳就唔使俾。喂，嗱，三個碳冇其他可能性啦，係咪？四個碳銅啊，擺左擺右一樣噶嘛，去啊去啊，咁。五個碳開始咧，有其他可能性啦，所以要俾號碼，可以嘛？上面呢個叫戊二銅，呢個戊三銅啊嘛，啊 ，OK 哦，明知唔知講嘛？你明明你要知道第幾個碳開始要俾號碼嚟稀啦，越稀唔使俾號碼啦，丙稀使唔使俾號碼？唔使，因為丙冇丙一稀，丙二稀噶嘛，四個碳咧。使唔使俾號碼？要噶啦，因為你可以擺中間就唔同啊嘛。可以嘛？你純啦，純啦，甲純咁唔使俾號碼啦。乙純使唔使俾號碼？唔使。咁三個碳咧，要啦。嗱，呢啲係三個碳開始要俾號碼，呢啲係四個碳，呢個要五個碳開始先俾號碼。呢個就四個碳開始俾號碼，即係你個個唔同冇得死背噶。可以啊。啊。咁所以呢個要俾號碼嘅，佢有冇俾號碼？嗯，嗱、啊，最長條鏈五個碳，官能基叫碳最細號碼，所以碳二啊，戊二銅。OK， 咦，碳三碳四有個稀喎，咁點算啊？有個稀咪再塞多個稀字落去咯，慢慢嚟啊，咁咯。OK 啊，個稀字擺喺中間嘅叫稀銅。OK， 咁嚟啦，個銅黐喺碳二，個稀黐喺碳三，戊三稀二銅，可以嘛？啊，最長條鏈四個碳，但主觀能機呢個純咧一定係最細號碼一啊，就算後邊個稀大號碼有佢大噶啦。OK， 咁所以呢個係一啦，個稀咧。三四揀細號碼三啦，啊漏咗個破字號都當錯啊！好第八題，啱嘅，不過呢嚿嘢要擺中間，呢嚿嘢擺中間，啊最長條鏈五個碳，謀啦，咦酸嚟嘅咯喎，主觀能機係酸，酸使唔使俾號碼？叫一酸噶嘛，唔使噶嘛，酸永遠都係一噶啦，唔使俾號碼啊！下酸永遠號純全，即係呢、這個全酸，好核突嘅國語。呢兩個永遠都係碳一，唔使俾號碼嘅，唔使俾號碼噶，可以嗎？咁所以係個稀俾號碼啦。咁而家有兩個稀喎，二稀啦，黐喺第幾個碳啊？一二三四五，第一個稀黐喺碳二，細號碼，第二個黐喺碳四，咁所以二四啦。啱啊，都將呢嚿嘢擺翻嚟中間就啱咯，可以啊，得一聽一點啦。
第九題咧，最長條鏈三個碳，咁呢個係三個碳，即係全啦，頂全啦，呢個係全，有個希喎，希，使唔使俾號碼？唔使噶，頭先咪講咯，個全永遠係碳一，唔使啦。咁呢個有冇其他可能性啊？有冇個同分結構係咁噶？冇，點解啊？明明而家話到咯。五隻手啊，係啊，冇得五隻手噶嘛，咁所以唔使俾號碼噶啦，俾號碼反而係錯嘅。OK， 佢拆咗個號碼嘅。嗯，喂，考試寫翻，唔好留個空間啦。好 ，next， 第十題。嗱，咁啊，之前講啦，呢個玉字邊個安啊，就當純咁叫啦。咁所以最長條鏈一二三四 ，OK， 咁呢個叫丁啦、安啦、希啦。咁當係純咁叫個 NH2 可以黐去碳二或者碳二噶嘛，而家黐碳一啦，佢可以黐碳二噶嘛，咁所以俾號碼一啦。咁個希係黐去碳三，搞掂。丁三希一安，十億嗰、那個。最長條鏈四個碳，咁頭尾係酸，中間有個雙鍵，即係咁嘅樣啦。嗱，我專登唔畫個輕燈，你唔好睇到咁混亂啦。OK， 嗱，冇其他可能性噶啦。如果你係將雙鍵畫過嚟，有五隻手噶啦，丁氣，哎呀，二酸，兩個酸啊。丁二酸啦，有個希咪加喺中間啦，丁希二酸。十二題，嗱呢個專登俾你睇，咁樣即咁嘅打法啦。嗱我畫可以咁樣畫啦，但係當年啲打字機咧打唔到兩支棍噶嘛，所以當年嗰啲當年 Microsoft 未有嘅化學。一九幾幾年，其實當一九二八年都有呢啲化學啦，當年都有打字機啦，可能嗰啲啊。咁當年啲人打嗰陣時，咪就係咁樣打出嚟咯。所以你要咁樣睇 CO， 咪即是代表咁樣趌出嚟咯。咁即係最長條鏈四個碳，丁銅啦，啱啊。唔會叫做本純咁核突嘅。你唔知道正常嘅，你都冇學，而家咪學咗咯。嗯。跟住啦，呢嚿叫做分啦。係唔緊要，錯曬啫。而家湊先係碳幾啊？咁呢個係主觀能機叫碳一啦、碳二、碳三、碳四，所以咪四破折號湊分。Okay， 跟住啦，四十二題，呢個官能機係咩官能機啊？全啊嘛，咁一個碳咪夾全咯，有個本咪叫本機夾全咯。咁通常咧，習慣咗個機字唔寫，就咁叫本夾全咯。四十三 NH2 係乜嘢啊？安啊嘛，啱啊，咪就咁叫本安咯。嗱，唔係本甲安啊，佢呢度冇個碳突出嚟噶，呢度有個碳突出嚟咪甲醛啊，呢度冇個碳突出嚟，所以就係本安咯。四啊四啦，呢個係咩酸啊？一個碳嘅酸咪甲酸咯。咁有個本咪本基甲酸咯。咁通常叫本甲酸，我話而家化簡咧，就咁叫本酸都得嘅。啱啊，就係、是、習慣連個基都唔加，本基甲酸、本甲酸、本酸，三個都當你啱啦，好冇？但係通常啲題目寫本甲酸或者本酸啊。跟住呢個啦，呢、這個官能機係。喂，呢啲官能機要認到啦，閃安啦，
咁啊，本市安啦，就咁，唔使還還嘅啦。O K， 四廿六。嗱，呢個整發泡膠嘅原料啊嘛，呢個叫乜嘢啊？乙烯啊嘛，即係苯基乙烯咯。連個基字通常唔寫，咪苯乙烯咯。整發泡膠啊，聚苯乙烯啊。發泡膠啊，聚苯乙烯啊，可以嘛？咪就係呢個原料咯。嗯。喂喂喂喂，成堆嘢，唉。呢、這個頭先講咗叫咩名啊？一個苯兩個酸，咪就咁苯酸或者苯甲酸咯，啱嗎？跟住個酸嗰位係碳一、碳二、碳三、碳四，使唔使俾號碼噶？其實梗係要啦，佢可以個 CH 三黐喺呢個位碳二都得噶嘛，黐喺碳三、黐喺碳四唔同噶嘛，睇唔睇到唔同啊？唔好嚇我。即係例如我可以黐喺碳二噶嘛，黐喺碳二咪呢個位咯。嗯，擠逼啲啫嘛。咁呢個就係二甲基苯酸咯，呢個咪四甲基咯。係差。